而昨天的中职是像大战上，场上很激烈，这场外大家也有注目的焦点了。这是总统夫人周美青，她身边呢又很吸睛，因为现在是有一位特勤校花的随护许双虚陪站在她身旁。来看这许双虚呢，她今年30岁，是警大毕业的，而专长是武术和射击，负责周美青为案将近5年了。她呢这个纤细的这个五官，还有深邃的五官呢，配上清秀的瓜子脸，有人说她看起来很像桂纶镁。而至于我们的总统夫人周美青，昨天呢是在象迷去看球赛，但在场外也掀起了一场签名大赛。在几名随护的护驾之下，总统夫人周美青运动帽 T 戴着眼镜现身球场，穿着像是象队第一粉丝的酷酷嫂来看球赛，笑得开心。现场民众纷纷索取签名，周美青有求必应。校方棒球衣能签的通通拿来签，有如一场小型签名会，酷酷嫂旋风不输明星球员。夫人给人家感觉怎么样？很亲切，很亲切。对，所以你们刚上去的时候，夫人就直接帮你们签名了。对对。比赛空档忙签名，场边观战，酷酷嫂笑开怀，用力摇着加油棒，还跟着大声欢呼。周美青全神专注。其实周美青早就支持国内职棒多年，还曾多次被拍到去看兄弟象比赛，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。兄弟象失分时，周美青眉头一皱，充分融入比赛。虽然最后象队以一分之差惜败，不过也让人看见球场上的第一夫人私底下充满感性的另一面。追圈做不到。